我以前会啊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没有时间了。我以前去健身房，一个礼拜去三次那种，都做那种请教练来指导。现在只打羽毛球为主。这有的时候，我觉得队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，但是也有时候自己的状况也很重要，技术状况都很重要。
去就会被公司想说要出席。哦，只要说出去玩就要就要说叫你休息。政府是有那个工作证的人直接的。哇，你有去吗？我去屏东，五月底刚好是台中。没去啊，但是我就住那附近啊。那你要说我有去玩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你是说没有去玩就好啊？没有去玩啊，大家都说没有去玩啊。我是有填说我在那个范围内，但是我没有出去玩。你说你真住在那里，你就去，你没有去群聚，你要重要是群聚玩。可是其实那个人会去管你，他只要说那个圈那个范围。怎么那么多人会去垦丁啊？这种假期，是啊，就出不了，要找净土，干净的土地。你要讲花莲，花莲没有，台东没有，真的，而且很硬。你也没有前天啊，很多已经发烧感冒了才去垦丁。对啊，没有人住的情况不会有。只要有重的人去花莲、台东玩，那就会有机会。不用打，哎，你不过来这边。